人听我讲，我要走，企翻嗰边，你企翻嗰边，我睇到你哋自相残杀，我接受唔到呢个事实，行，走，企嗰边，你要我走系嘛？咁你骗我啦，明阿姐，我同你讲过呢个时候一定要冷静，你要相信我，唔得，凶手就系知道唔系你，唔系我。我不想知道凶手是谁。你别逼我走！那个时候我接受不到，其实凶手真的在我们当中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当时是失去了理智，不再是平时我在工作上可以很冷静地去分析，地去处理事情。可能我真的不想去呢件事发生，我接受唔到，所以我亦都唔，我落山亦系因为我真系唔想知道真正嘅凶手系边个，我唔想知道。其实嗰一场戏，我嘅情绪好复杂，系因为我听到一啲嘢，而我听到呢啲嘢嘅时候，我就喺度谂，我系咪应该配合咧？当佢要落山嗰一刻，我真系我唔忍心俾佢落山，就算。我寧願他殺我，我都不想去落山的。但是他竟然拿把刀對在自己的身上，那我又怎樣？沒辦法了。我記得你有說過，你是聽鄧哥下水，是不是？是。同時你都聽到後面有人。是。你當我傻嗎？我怕黑的，我的傷口是你幫我包扎的，我自己插同人哋帮我插，你睇唔出啊？点解你听紧音乐嘅时候，你会听到后面有人行啊？我讲到我怕黑，唔通我行喺个山顶，我唔会教细个身阴凉去注意周围嘅活动咩？我知道发生呢啲案件噶，你估我冇忧虑噶？你知道发生呢啲案件？你知道发生咩案件话？这三宗案件我都知道，这三宗案件他都知道，不是说你和我都知道咩？他知道。其实我怀疑两个人，我怀疑阿元同埋四眼妹。点解怀疑阿元呢？是因为阿元佢几乎冇疑点，佢嘅疑点就系佢冇疑点，冇疑点，太过完美啦，太好似 plan 得好好咁。而四眼妹咧就太多嘅疑点，所以啊，我仲未确定。喂，我知唔知？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有个人选噶啦。讲起我哋心目中最怀疑嘅人，我哋其他三个就安全。其实嗰阵我唔知道，我就系觉得因为好耐，大家讨论呢个问题太耐，咁我哋始终有一个解决嘅方法。我当时嘅谂法就系我要绑住妹妹。我做出呢个决定嘅时候，我系对自己好有信心嘅。我就系要其他人支持我、信我去绑起我怀疑嘅人，冇谂过佢哋会转票怀疑我咯。我最信刘文，我最信刘文。唔信，我一开始怀疑佢，我就一直坚持下佢，直接到佢入嚟密室，我哋讲咗好多嘢，我冇后悔识到乐乐呢个朋友。